九，租个儿子过年。原著宗丽华。春节快到了，大家都忙着过年。一个年轻人看到一个启示，看完启示他马上就高兴了。启示上写着，希望一个有爱心的、有亲情的男孩子和我们一起过年。这是一对老人写的启示，他们想租一个儿子过年。他笑了，他正好没有地方过春节呢。于是，他给这对老人打电话，说自己可以去。在电话里，老太太非常高兴。她听见她对丈夫说，老头子，终于有人打电话来了，有儿子和我们一起过除夕夜了。他找到老人的家，这是一个四合院。他敲开门，看见两位老人，他们的头发白了，走路也很慢。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两位老人。老太太的眼睛红了，张着双手说，儿子，你终于回家了。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他的眼睛也湿了。他叫了一声，妈，儿子回来了。他感到好像真的回家了一样。然后老人带着他进屋了。一进屋，家的感觉就来了。母亲拍打着他身上的尘土，父亲给他倒了一杯水。他让老人们感到他就是他们的儿子，他们的儿子回家过年了。母亲带着他走进他的房间，说，你的房间早就收拾好了，这边是洗手间，这边是厨房，你先洗一洗，然后咱们一起包饺子。他洗了脸，走进了他的房间，突然看见一张大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子。那是我们的儿子，老人说。他一回头，发现老头就站在自己的身后，但老人说完这句话，就不再说话了。这时，母亲在外面喊起来，洗好了没有？你们爷俩在那里干什么呢？老头马上笑着说，好了，我们马上就来。饺子馅儿早就做好了，母亲擀皮儿，父亲揉面。以前过春节的时候，他在自己的家里就是这样的。父亲打开了炉子，烧水，然后坐在一边，看着母亲和儿子包饺子。母亲唠叨的那些事儿，他不感兴趣，但他知道母亲喜欢讲，所以就听着。有时问一句，母亲就停下来，看着他，给他慢慢讲。人们习惯煮饺子之前要放放鞭炮。母亲这时特别高兴，她站在屋前，看着漂亮的烟花，高兴地笑着，说，咱们也该放鞭炮了。于是她点燃了鞭炮，母亲高兴地拍着手，像孩子一样跳起来。然后，他们一起吃饺子，一起看春节晚会，一起说着，笑着。直到母亲觉得累了。母亲说，我真高兴啊，可我真累了。父亲走过来说，你得休息一下了。晚上他睡得非常好。当早上的阳光照进房间时，他突然醒来，坐起来，想了想昨天发生的事情。老人知道他要走了。老太太走过来，给他系系扣子，说，孩子，我知道
我不能取代你母亲在你心中的位置。记着，在外面的时候，常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抽空回家看看父亲、母亲。他觉得眼眶一热，看到老太太哭了，于是轻轻地为她擦眼泪，说：我知道了。老头送他出来，悄悄地给他一张钱，说：真的非常谢谢你，这是你的报酬，我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。他不要钱，他说：你们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。老头对他说：老太太病了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和儿子过个除夕夜，一家人一起包饺子吃饺子。他没听清楚老人说了什么，但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变了。离开了老人的家，他马上跑向电话亭，给自己家里打电话。电话里传来了他母亲的声音，母亲在电话里叫他的名字，他哭了。他哭着说：妈，我想回家。旁边的一个小姐奇怪地看着他，他当然不知道，这个打电话的人是一个逃犯。